这一块宝地一直是很多建筑同业先进争取的一个目标。我们与地主经历了两年多的沟通，除了表达诚意之外，也与地主充分的说明大进的建筑理念。这一颗蛋总共孵了十八个月，这只鸟也即将破壳而出。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团队一起来喂养这一只鸟，希望这一只鸟它的羽翼会接风，然后能够展翅高飞。一公顺利，众土平安，一切源和吉祥，一切源和吉祥。一点一滴寻求地主的一个认同，最后才能在重重的波折中获得首肯，愿意将多年来吸收的一个土地交付给我们。大进建设很幸运能以大进丹霞获得多项世界级建筑奖项的肯定，我们对建筑的执着也获得地主的一个青睐。大进建设建筑的一个理念是造山也是在造境，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建筑如山一样的形貌，更希望在水泥城市中打造让人与树与自然可以和谐共生的家园。所以一开始便预留很宽阔的工具，是要在中庭里面创造出满满的一个绿意。我们用高高低低的一个大树跟灌木隔开社区两侧的一个住户，要让每一座露台每一扇窗户都只见到绿意，看不见对面的人家，以保有最大一个隐私，以最美的风景。